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告诉大家白菜怎么做好吃。准备材料：白菜、豆腐、盐、味精、鸡精、姜。将白菜洗净，用刀切去根部，切成两半。豆腐切成小方块，在锅里倒入清水，待水烧沸，放入豆腐，两分钟后捞出，重新在锅里放入清水，放入姜片，随后放入白菜、豆腐。白菜断生之后，放入盐、味精、鸡精后，捞出盛盘。